趣多多加牛奶就可以做成雪糕。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吧？你不是，我倒不是。而且连模具都不用，用盒子就可以做成。哇、哦，能力！这两个食材家里都有吧？用叉子给饼干叉碎，别人用奥利奥碎，咱们可以自制趣多多碎。网络饼干也能碎。我无言以对。吃这个雪糕，哎呦，真是又能懂。我不干了，就这么着吧。他急了，他急了。做成这种葫芦状，就做成雪糕了。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，这个牛奶如果你放的再少一点，放进微波炉，它就是变成趣多多小蛋糕了。给饼干盒剪个口，倒回饼干盒。我还比巧克力饼棍更好吃。谢谢你对我认真的肯定，不是对你肯定，我对他的肯定。大板砖弄好了，准备泡馍。但是它可以更好吃。巧克力池子洗个澡。有龙家。完了，姥姥洗澡。可可了，你这个脂肪警告，等它自然风干，自制茂龙。趣多多，哇，这不是梦龙本龙吗？你这个可比梦龙还要宽呢，你这个皮多厚呀！越吃越难吃，胰岛素警告。那可无谓，我吃鹅蛋不注意健康。我可以再吃了吗？脸都不要了。